叙出协定是跨境投资经营的重要的国际法律基础，能够消除重复征税，提供税收确定性及税收争议解决机制，有利于营造公平健康、互利互惠的国际税收营商环境，促进跨境投资技术和人员往来，助力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。近年来，税务总局持续推进与非洲国家的税收协定谈签工作。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以来，我们已与刚果布、加蓬、安哥拉、卢旺达、塞内加尔、喀麦隆等六个非洲国家新签署了税收协定，与其他非洲国家的税收协定谈判也取得积极进展。截至目前，我国已与21个非洲国家签署了税收协定，基本涵盖了中非直接投资存量显著的非洲国家。